使俾你，我哋揸緊時間。今晚嘅主角，阿姚博士。哇，估唔到喎、啊！都生得幾清秀啊！估唔到阿 Sir 中意呢種類型喎、啊。喂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搞錯咗。啱啱呢張相大家都冇見過 ，understand？ Yes sir。Good。我哋繼續。阿姚博士，近幾年唔知搞啲乜嘢，好似同廣東人有仇咁。發起了好幾次針對廣東人的恐怖襲擊，818燕子江事件，10萬隻經過基因改造，無論怎樣吸血都不會爆痛的蚊，突然襲擊燕子江的所有小區，超過2000人被蚊咬到全身都是蚊眼。919月之創意園事件，大量無人機攜帶人類糞便襲擊辦公室的廁所，所有廁格都有屎冇沖水，超過200人因為屙不到屎，所以引路流傷。1111好食茶餐廳事件，所有全瘦和半肥瘦叉燒被替換成全肥叉燒，導致當日的叉燒飯、叉燒麵、叉燒丁、叉燒撈丁全部都賣不出，直接造成經濟損失超過50億。乜叉燒咁值錢嘅咩？啊，越南盾。今次我哋一定要拉到呢個我哋收到消息。Hello， 你講。Yes sir， 我哋收到消息 ，BLG 作出人員變動 ，AD 選手更換為 UJI。你講咩啊？啊，唔係你話你聽唔到直播，叫我幫你聽住先嘅咩？唔係呢個啊，另外嗰個啊。呢个你发微信俾我得啦。哦，我哋收到消息，有一个秘密组织已经秘密研究出一种秘密战略性武器，一旦使用，将会引起大规模嘅天气变化。咁即系点啊？即系会升温。又升温，我啲棉胎都仲未收啊！阿妈又唔俾开冷气。哎呀，我都系啊。先三月份就升温升到30度，长此以往，广东人就会生热肺。而呢个战略性武器就系阿姚博士研究出嚟。我哋已经掌握咗佢嘅位置，今晚我哋一定要拉到呢个屋。今次行动代号点嘢嘢，阿聪，你负责屏蔽阿姚博士嘅安保系统，其他人同我一齐冲入去。Yes sir。Action。点啊？搞掂未？唔得，实在系太难啦！呢个大树守卫好难打。边个叫你打机啊？我叫你屏蔽咗个安保系统佢啊！哦，那个搞掂好耐啦。全部人跟我嚟。哇！天哪！放低个杯面。喂，做咩无啦啦捉我啊？我怀疑你喺度秘密开发秘密战略性武器，企图改变天气令广东升温。连所有广东人生热鬼，关我鬼事咩？后边啲天气就系咁噶啦。你讲啊？喂，大佬，你系广东嚟嘅，有冇听过咩回南天啊？升完温就降温，降完温就升温，好正常啫。咁你放啲蚊出嚟咬广东人又点计啊？呢度系广东啊，有蚊有几咁出奇啊？啲蚊基因改造过，吸极都唔会爆肚噶喎。你哋用咗几廿年蚊香唔伤，基因改造啲蚊都吸到基因突变啦。咁全部刺客都有事嗰单嘢？啲人唔好功德心窝原先唔冲水，唔怪得我噶。全肥叉烧，你唔中意食全肥啫，有人中意食噶嘛？真系唔关你事？真系唔关我事啊！嘿，我试下你啫嘛，又嚟，一早知唔关你事噶啦，睇你个杯面食咗未啊嘛？趁热啦，老死咁滞啦，走啦，嚟食啦。